树枝带给我们欢乐，但是老师带给我们痛苦啊！你讲的完全正确，老师这个身份呢，就是要带给你们痛苦的。但是呢，说不定有朝一日你才会感受得到老师教的东西是有意义的。但是也是要等到那个有朝一日啊！那个有朝一日什么时候会出来呢？等有朝一日出来的时候，那个有朝一日就会到了。行哦，我要先放个先动，开直播啦！哎呀，我按错了，我没有放连结，我没有放连结就出去了，烦哦！我今天到底在干嘛？我真的是我啊，今天到底怎么了？啊，不是啦，等一下又红月怎样？红月出现了，真的是红月出现了，老婆的料理嘛。好，没有问题，直播开场就要先来个老婆料理，没有问题，先来煮个菜。我真的是很忙我药还没吃然后把老婆的料理拿去炖怪物肉吗？是不会啦，我这个人其实也是挺体贴的，是不？哦，老婆的料理就是好好的出。11:30以后没有错，但是我们先到要先做什么呢？红月，老婆料理大成功啊！给你们好好选啊！目前的时间到11:15了，我们大概11:55哦，再请老婆做料理啊！哇，你们就直接选择大失败啊！等一下你们猜中我，是不是一开始就要先来个开场惩罚？这样会不会很过分？啊，你们现在的票数是50%，50%，这个是要我们怎么选啊？为什么你们？可以50-50啦，这是要怎么用啊？你们同时看广告又要同时我惩罚，是不是？好啊，没有问题啊。按下去哦，到底是不是50-50呢？屁啦！你们50-50是要我怎么玩啊？这就是互相伤害的意思吗？好的，没有问题。如果说大成功或者是大失败的话呢，我除了要给你们看广告之外，我还要给我自己受罚。你们真的是很棒。太猛了，先给自己好好鼓鼓掌，可以，我没有问题。这怎么觉得好像都是我受伤？天哪，开场都还没有开始，我就要开始做惩罚，连药都还没吃呢，正好在煮星星牛奶汤。好哦，感谢哦，谢谢大失败，感谢哈，终究我还是要惩罚嘛。可恶，我找到这个游戏的 bug 了。对有氪金的人来说没有错，对啊，可是，哎呀。哪有人一开始就这样子的啦？上次才跟你们说你们可以尝试来50%50%，结果呢，你们真的给我来50%50%，料理大失败，我还要受惩罚。你们看广告看得很开心，为什么我总觉得伤害的都是我？或者牺牲小我完成精华是这样子吗？从头到尾都只有在害自己的份嘞。我们按下去啦，很好，没有问题啊。我再送一个订阅，没有问题。汇集是什么？就是送订阅，超级汇集赠送一个出去。汇集出去啦，到底是谁获得呢？恭喜恭喜，来我按广告按下去，送给你们啦。恭喜恭喜，想要300秒吗？好的，没有问题，我看到你啦。暂停使用者权限，又一个300秒，没有问题。想要300秒直接说哈，暂停使用者权限，没有问题。你也要300吗？好的，300秒的都来跟我讲啊。为什么大家都要300秒呢？我不知道，但是呢大家很喜欢这300秒呢。为什么会想要300秒吗？这个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你们想要300秒。来个300吗？好的，没有问题，要讲清楚哦。你也要300吗？没有问题，自从那个精华发出去之后呢，现在要300秒的人哦，大幅提升，可以，没有问题。你要300吗？好的，没有问题。啊，我又按错了啦，可恶！他那个删除键跟暂停使用者真的是很莫名其妙看不到啦。300秒大量发生中，所以呢，我们有时候会按错，真的，真的很容易按错，所以我很困惑，我到底按对还按错？抖音病毒扩散，真的，这是真的，他们都在急速的扩散，有抗体了吗？太好了，小心啊，别被感染啦，要记得注意戴口罩、勤洗手，很重要的。没有错啦，鼠子会不会翻呢？这小怪我是不会拿来赌了，应该是不会翻吧。我们要先来做个挑拨离间，比较偏。你怎么发现我了？完了！哎呀，哎呀，差一点就被发现了！人家发现我先，我靠呀！呜呼呜呼，偷袭！我靠，好爽啊！为什么只剩一只？其他都淹死啦！打在一起好爽啊！鼠子可 S 可 M， 要看你们想要哪一种人啊，我想要 S， 我也是可以的。没事没事，什么时候会翻车呢？这我可不好说呢。前面就有一个岩家巨人吧，家家巨人翻不翻？鼠子不需要吃东西吗？不需要，受伤的总是鼠子。对啊，天哪，你们是认真的吗？有79%的人觉得我会翻好吧好吧好吧，那就开始。这边小波怎么没看到我？我对于他没看到我这件事情我很困惑为什么？我刚刚不是这么近的吗？我上来了。哎呀，不会翻啊。对啊，这种东西不会翻，你们怎么会觉得会翻呢？
这个我就不明白啦。Hello Hello， 小波，可以的啦，就这样子解完了。啾，小波有近视，我觉得这个近视已经不是近视的程度了呢，这可能有两三千度，这么近都看不到。为什么？我们要来啊，进入到数字最开心的环节了。我要按下我那个神圣的广告钮了，三二一，按下去啦。虽然没有看到，来，哎呀，不小心按错了。按错没关系啦，嘟嘟嘟嘟嘟嘟嘟，美女来了，美女来了，哎，不对不对，哎，不是，我的，哎，我不就点击喵个留言就直接倒了，为什么？我的，嘿，哇，事实总是会来的这么的突然，是不？可恶，我这旁边再看个精华，一下就直接倒了，天哪！我觉得我还是吃个料理好啦，可恶，看美女来了就直接，哎呀，惩罚环节来了，赞啊！拜托来一点简单的，拜托来一点简单的，拜托拜。随机丢弃一把武器，我们现在的武器刚刚好15把，你们大家都想要丢掉6，6是60呢，看看到底会出哪一把呢？大家都想要我丢掉6，真的是可以被你们料到是6吗？哎呀，看来今天转盘对我好像比较好一点点呢。这个5跟6就只差一咪咪咧。我看到你们一整篇的哀嚎，有你的保佑吗？谢谢，感谢保佑，最弱的，哎，真的是最弱的呢。今天那个老天爷是不是帮我很多啊？怎么可能？我不知道啊！你要看这是转轮啊，我随便按呢，随便按就出这个了。好的，没有问题。来，从袋子拿出来一个粗棒，再见的粗棒，感谢粗棒。笑死嘛！哎，只要不是你们崩溃，就是我崩溃呢。啊，我崩溃完了之后换你们崩溃。数字又贿赂这个转盘吗？没有啊，那个转盘的数字我刚刚才输入的，是不？哎呀，被发现啦！哎呦，有一只白银的呢。转职成炸弹兵，我，对不起，不能幸灾乐祸，不能幸灾乐祸，对不起啊！邪恶的笑声乐极生悲，是不至于啦，差点就翻了，没翻啊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，主持也是蛮猛的，那当然好不？殊不知是巴士那个怕痛啊，穿防御力最高的，没有错。哎呦，你的眼睛很尖啊，翻车技术台，对，翻车技术台没错啦。